乌鸦高塔，nice， 乌鸦高塔，又是护士，妈的，怎么多护士？哇，哎、欸，怎么砍那么快？咻咻咻咻咻，妈，砍那么快、啊！扬言加油，扬言，努力。 一定抓，哇，倒很快，不要天灾，不要天灾，没有天灾，没有天灾，没有天灾，没天灾，没有，感觉他会玩，他来，撤，妈的毁灭，妈的，来了，他来了。 被救，那你修那台，我去找毁灭。嗯，我找毁灭，我毁灭没拆，哦，找到毁灭，所以好追三楼，先拆毁灭。 哎、欸，他会玩呢、欸。他还来，应该来找我，把毁灭拆，有点不爽。我救得了他吗？我哦，队友在那。 队友要去救他，来砍你！哇，哎、欸，他会玩呢、欸，哎、欸，我操，这个护士有点强哎、欸，跟我刚刚上场遇到那个护士感觉 level 完全不一样。 我带修机号往我这边走吗？啊，我可以救你吗？还是，好，他来找我，他应该去针对你了。我先修机。哇，针对吗？哇，不用修嘞，他杀太快了。 哇！哎、欸，妈，杀小，我救吧，我救了，没救，这关这场，我不修机啊，没救，他杀营养。哎、欸，你在哪？我帮你补血，我要做任务。你有自补？想帮你们破，我想破任务哎、欸，我觉得这场没救，你知道吗？ 你要硬修，好，我帮你修。我想破任务哎、欸，我觉得这场没救，你知道吗？没救的东西我就想破任务。不然我那个治疗任务好难做、哦。我帮他治疗。对啊，这场太难玩了。 他杀太快了，啊！我去送头，我来救你，顺便送头，不然你们被挂到嗨嗨起来，挂哪？又挂这。 他在旁边吗？我在你后面，我在你后面。他在哪？他在哪？他在哪？我救你啊！不管。我帮你补血，我帮你补血，我要做任务。
靠腰嘞！我操！血衣护士哎！ 你在哪半补？你在啊？好，那我去小屋。我去小屋。我觉得这关真的没救了。好，我先跟他修好，我先跟他修好。你先自己加油，我先跟他修。你先躲起来哦。我们都快修好了，三分之二。 80%，走开！他在哪？他追你。好，你有咬棍了。那我去救你。我帮你补血啊。我任务快完成了。好。还在小屋？他怎么没听到你？还在吗？ 你看他会知道你，你赶快出来，他知道你。哎、欸，你没咬棍就那个了，因为其实那声音很大声，你知道吗？你那喘息声很大声，你没咬棍的话，基本上你在小屋外一定听得到。小屋那边有鸡吗？ 修小屋，快一起修！休闲老头，岩羊叫，养眼，差不多，撑久一点，撑久一点，他后期无力了。 变态速修，我很强哦，是哦。哎，太，完了，被砍到。
剩哪一台呢？你挂，我要挂，不要挂这。 久一点啊，是喽，呵呵。哦，很会溜哦，对哦。 六六六六六，快快快，对哦，六六六，很六。哎，这四楼很强哎，林姐，他超会六的，对啊，他超强的。 关开门，关开门！哇，很强哎，四楼，太会溜了吧？好了，我要怎么救他啊？ 啊，死！哎，是，哦，那个队友离我太远，你知道吗？他离我太远，他直接自杀。我那个门也离他太远。 那太远真的太远，哇，这四哦，超六，哇，这很强哎，这个家伙，春天来了，对，这个很六，高手。